幫阿梁小姐問，佢都係講長線收息股嚟嘅嚇，佢就想問新創建659，佢7.52有貨，諗住即係啊長線收息啦。如果話想加住嘅話，咩位入好咧？息率回報係唔錯嘅一隻，而家睇翻呢度顯示都有成七厘話都唔錯。咁你話想再加住，其實去到呢排呢個位，都其實啱啱去翻一個嘅即係。支持的一個嘅圖嚟講，就差不多呢個位置，其實都幾穩陣嘅啦。即係如果你再插落去嘅話，我諗暫時機會唔太大嘅。近期成交亦都冇乜太大啲波動啦。咁嗰其實如果你用一個收息角度考慮咧，其實喺大概7.86樓下或者7.77樓上呢啲 range 收集都已經幾舒服嘅。7.77樓至7.81呢啲咁位嚇，咁其實可以考慮呢啲位吸。即刻加碼咯嚇。嗯，咁啊。